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云飞。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珍妮。大家猜我们今天看到了什么？是什么？猪。猪蹄儿啊，给大家看一下。Yes。 哎，拿着人家。好，看到了，猪蹄儿。Это правильно, да? Да. А, только ножки вот эти? Два, да. Это целая не надо большая? Ну,有两种。哇，一种是这种，一种这种，我感觉这个会干净卫生一点。看一下，在俄罗斯这个猪蹄儿特别便宜。И она, кстати, есть только в одном магазине. 对，而且只有这个超市有。我们今天偶然间发现了，俄罗斯人不吃这个东西。对吧？因为俄罗斯人对是喂狗的啊，所以说像什么这个鸡爪了、猪蹄儿了，在俄罗斯卖的都非常便宜。啊，这一个猪蹄儿多少钱？看一下，多少钱？我认为会非常便宜。100卢布。100卢布。八块钱。对啊，这么一斤，8块钱。啊，然后呢，我今天突然发现了这个，我感觉没有比吃这个更合适的，这里面都是胶原蛋白。大家过着哈喽，我是的，想不想尝尝？哎，попробую。因为俄罗斯人从来都不吃，热尼亚吃这个的话要突破他的心理障碍啊。我要给你做一下这个。今天晚上因为我也不太会做这个猪蹄儿，所以说我今天想看一下这个，网上查一查这个猪蹄儿怎么做。然后今天晚上给你做这个吃，想不想吃？想，尝尝，肯定好吃。Okay. 你要相信我的手艺。OK。然后咱们买几个？是买一个还是买两个？啊，我感觉这种好一些，这种还要便宜，因为这种是塑封的，能稍微贵点，这种还要便宜。这个是多少钱？91卢布，便宜10卢布，啊，所以说我们就买这个吧，买一个。然后我一会儿回家给你做一个尝尝。反正这100卢布左右。100卢布啊，8块钱。回家给你做。我给你做正宗的猪蹄儿，热尼亚第一次吃。大家给热尼亚尝一尝。OK。OK。走。走。啊？你看什么呢，热娘？看猪蹄儿呢？害怕是吧？你不懂啊，猪蹄儿在中国卖的很贵，但是现在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了，肯定要比这个贵。的。它是用这个高温消毒之后做出来，其实是最好吃的，因为这个地方什么都是活肉，一直在动。对对对。对，像这个地方，肚子上的肉，那都是死肉，不好吃，热了呢。啊，大好吃活肉，筋比较多。我也是第一次做，我给你尝，我给你试试，能不能做出来啊？93啊，这一个猪蹄儿93。合人民币大概是7块钱，好便宜是吧？我不知道给中国多少钱了，因为我在中国买这个猪蹄儿都是做好的，从来没自己做过。你要是吃好了，咱以后就上顿猪蹄儿，下顿猪蹄儿，便宜啊，天天吃猪蹄儿。玩呢？因为你是什么？再说一遍。我是中国媳妇儿。啊，所以说要学着吃猪蹄儿。我是中国媳妇儿。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现在已经回家了，看热娘这个表情。
现在要把它给做了啊，内心还是无法接受是吧。我们今天的晚餐就是吃猪蹄儿，有什么意见想发表吗？是对火腿肉斯克的也不用不用我一定会把它做得非常好吃的，要相信我。多情那大白OK， 我现在开始要把它做了。我上网已经查好这个怎么做了。然后现在先把它先煮一下，然后搁这个水，搁这个料给它煮一下。对。OK， 你先回屋吧，我在这做，到时候做好了我叫你吃。OK。回你们不能你开始。Он уже там полчаса готовит.Надо посмотреть, что там получилось. 我发现了俄罗斯这个猪蹄儿 果然是给狗吃的，这上面全是毛毛了。呀大家看到了啊，我用火烧了，烧了能有十几分钟才把这个毛全部清理掉了。真的是给狗吃的，我发现了中国的这个卖这个猪蹄儿都是已经清理好的了啊，你的毛对对对都弄好了。那потому что я говорю, что у нас никто это не ест, поэтому ничего не убирают. 就是一看就知道是给狗吃的。Запах, конечно, не очень. 行，你进屋吧，等一会儿做好了再叫你。ладно. Пойдем.棒棒棒棒，我做完了。怎么了热娘？你尝一点，不用全吃了。我一定要给这个猪蹄儿证明，它不仅是给狗吃的，人也是非常喜欢吃的。慢，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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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Если ты не хочешь, не надо. Ding ding. 这个猪蹄儿，我炖了两个小时。得把恰萨嘎多维奇，那炖了两个小时，因为咱们家没有高压锅。Не ду специально вот эта кастрюля. 炖了两个小时，我把能放的佐料全放了。嘎嘎，咸不咸？撒料那里面的？咸，нормально。нормально？好吃吗？вкус нормальный。啊哈。но вот это вот。Вот эта консистенция, вот это вот как... Ты要克服心理障碍. Как желе, вот этот жир такой... Не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Ты可以那个皮不吃, 过人家故事去. 我做了好长时间啊. Не, вкус нормальный. Просто вот это вот оно очень странно, когда жуешь, оно такое как... Ну не как мясо, а вот как... 行行行. Хочешь попробовать?我尝尝，尝尝啊，好吃啊，可以啊，好吃啊，我靠，真是，这一个在中国老贵了，这一个猪蹄儿，对，我的肯定是啊，就是总体来说不是特别喜欢吃是吧。还在这研究这个猪蹄儿呢。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拍到这儿了。总体来说啊，我刚才尝了一下做的还可以啊，但是外国人还是接受不了这个味道。接受不了这个味道。那好。拜拜拜拜。